我是唐新琴，我是达兴地产的负责人，同时也是唐城广场的开发商。今天呢，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您介绍这个唐城广场。我们有15英亩的地，我们要盖一个将近20万尺的中国城，可以说是最大的中国城，在 Sugarland， 在 Houston 应该都是最大的中国城。那么我们有6栋大楼，在6栋大楼里面已经盖好了2栋，那么有1栋正在新建中。唐城广场第三期工程已开始动工，3层楼的建筑，1楼为商品区，2、3楼规划了46个单位作为酒店套房。全部共6期的新建工程，预计将整个广场形成一个宜居宜商的小型社区。居住在酒店的游客或居民，只要走下楼，随即进入商区，悠闲的步行就能找到自己喜欢消费的商店。我们也开始在卖我们第3栋大楼、2楼、3楼的酒店。这个酒店是一个一个分开卖的，那么你可以买一间，那么你可以自己出租或者投资等等都可以，而且里面的装潢应该是最高档的，所以呢，欢迎你们到唐城广场来看一看。这项在商区中的酒店套房构想，将让投资人有更大的弹性空间运用此居住单位。如果以局部区域购买，不但可以租赁方式经营，当然也可成为外地前来休斯顿短期旅游的居住场所。2个楼层各自拥有一个会议室，方便居住在其中的房客作为举办活动使用。达兴地产负责人唐新琴11月下旬特别举办了一场说明会，为投资人说明目前工程进度，同时带着大家参观正在施工的第三期工地。唐城广场第三期，我们全部有六个 building， 我们现在盖好的是2个，这是下一个，第三个。这2个是2楼，你们能看到，这个是3层楼，楼下是店面。楼上2楼、3楼是酒店。占地15英亩的唐城广场，在6号快速道路上，隶属 Missouri City 辖区，四面环树的清幽环境是该商区闹中取静的一大特色。借着唐城地区商家超市的不断增加，让唐城广场集中商区的规划概念，已可预期未来将成为该区明显的中国城地标及唐城核心地带。唐城广场呢，预计有137个单位，这个中间呢有46个单位是酒店套房，我们可以分开卖。那其他的是什么呢？其他的我们有医生诊所，有学校，最多就是学校，当然还有餐馆，有几个非常有名的连锁餐馆会进驻。那么这些店里面呢，有的呢是投资人，有的人是买来就是希望出租的，那有些人他买来他已经自己在经营商店，所以我们还有很多的商铺可以出租。那欢迎你们来这里看一下，我们这边没有什么限制，说你一定必须什么样的店才能够进来这里，所以详情呢您可以打电话给我，我们欢迎你们多多使用唐城广场。相信这唐城广场这是远景，是非常非常光明，相信将来以后也是跟敦煌广场一样一位难求。目前完工启用的1、2期商区已有许多商家进驻开始营业，除了日常必需的餐饮业外，健身房、保险、地产及武道学校等商号林立，装潢中的店家也在赶工准备上线服务，抢占探头堡。有兴趣在该区拓展商务的店家行号，不妨先联系达兴地产唐新琴进一步查询相关讯息。